说翻的笔记也发现我明显爱的节点，心情怎么写的手感定律第二章节，爱情定律里的微观世界显微镜里我眨眨眼，家里的改变的昼夜让我和你再次的凝结，地心的引力空气叫我跨越边界，呼吸慢慢今天再为空气一点点，我们的心就像两个电极，彼此相撞产生物理反应，同心相知，可是我们一心相信，发现我们相爱的节点，心情怎么写的手痕定律第二章节，爱情定律里的微观世界显微镜里我眨眨眼，家里的改变了昼夜让我和你再次的凝结，地心的引力攻击着我跨越边界，呼吸慢慢今天再为空气一连接，我们的心就像那个